赤だ。圣诞节哦，走吧，走进来，走进来。现在我录。啊，那个塔。Panasonic 的电路塔。哦。那时候怎样？枫叶，但银杏现在掉光了。哦。哎，那个是餐车哎，他卖。去看看吗？看他卖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都一直在看吃的？饿了吗？饿屁呀！年轻人又特别想吃，你妈已经去看了吗？哦。哎呦，鸡肉。Yakitori。哇！你看他车头上面鸡哦，吸管你看他车头，这罐放了进去吗？你看他车头，放不下去，那要放你们弟弟爸爸，请他帮忙吗？不需要。后面有人哦，小心！手会动哎，手会动，好冷哦，在五度。现在5度，你怎么知道？那里，你看头发。